地取了一个名字叫 IKEA， 对啊，就很好记，对不对？好，宜家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最近其实会在一些电视节目上看到你。那有哪几台是我们一定要锁定的？啊，就是《名模出任务》，大家都有看过吗？有。最近的就是《麻辣天后传》哦，丽晶姐主持的《麻辣天后传》都会看到你，对不 对？还有另外就是你有拍我们沙威的微电影，对，所以在 YouTube 上面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，是可以找得到这个微电影的。有看过吗？应该都有看过吧？这个微电影非常的有趣哎。你在拍摄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特别的事情吗？其实一切都很顺利，就是那个内衣的广告是我第一次接，然后其实一开始我很紧张，对，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很 nice， 然后是后来也内容也都蛮有趣的，所以我就也拍得很顺利。那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去看过这一个内容，你可以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吗？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有个女孩子，不是我，就是你，你就是主角。对，还没有穿上沙威的内衣之前，其实对自己很没有自信，是听到什么有关小的事情都会小姐。好失落，对，一穿上沙威的粉水冲罩，对，然后就变得很有自信，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哦。所以什么话语啊，你也都把它听得非常的开心，对不 对？所以这个广告你们就可以去看一下，因为在里面人家叫她小姐，她就伤心的要死，可她就真的是个小姐，所以你们可以去好好的来看一下这一个广告。那你可以跟在场的好朋友分享一下，你穿沙威的内衣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其实因为夏天啊，女生最近很流行平口，对。那我们内衣穿平口内衣真的有时候很不舒服，是就想要穿有肩带，但是一般内衣啊，那个肩带其实会觉得素面不好看。但是沙威它这次就特别做了双蕾丝设计哦，所以像你今天这样露出来也不会不好看，对，有一点露出来若隐若现，而且颜色又很缤纷，对不对？对，双色的。是，那在机能面呢，你穿起来感觉怎么样呢？它在我们弯腰或者有时候想放松驼背的时候，就会比较不服帖，但是它这里还特别做了一个内衬，就是让你不管什么动作都会很贴合。哦，对，有没有讲到大家的心坎里？有时候你弯腰的时候啊，你做事情的时候，可能这边就会空空的，但是它不会，对不对？会非常的服帖哈。谢谢宜家跟我们分享，那我们要来玩游戏喽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几位好朋友来前面玩游戏，想要挑战的请举手，我们有好礼送给大家。哎，这个美女坐很久了，你来挑战一下。来来来，前面，你刚刚有看过我们的游戏道具吗？这个超难的，走秀的两个模特，我刚刚试玩过了，他们玩了很久都跑不进去。来，美女，台上请好不好？掌声欢迎她。来啦，真的不要客气，前面，来来，你东西先放着，对，不要害羞。等一下，我们请代言人先示范给你，你先来好不好？你玩一次给大家看。等一下，我把你的圈圈先交给你。这个粉红色是你的，我们这个游戏叫做比大小的游戏。怎么比大小呢？就是用套圈圈的方式，比如说如果你套到九，那你就是我赢的，那前提是你要套得到好不好？那宜家先来，你 OK 吗？来喽。加油，它很难，要有一点抛物线。你看一下它的小技巧，如果是不是很难？再来继续。你套到了，很厉害耶！不行，你不能再套了，你就是二了。换我们的参赛者、挑战者，加油！你可以的，轻轻的，一个巧劲儿。啊！没关系，你还有，你看你这里还有。我们看你套几个，可以套轻轻的，请哦，超棒的，给他掌声鼓励。五位，你比较大，你好，你输了。我们请宜家颁奖，来，你帮我送他，美女台上请，帮我送他一个小礼物，好吗？你还帮我捡呢？不用啦，等下会有人捡，你怎么人这么好啊？谢谢你，请回座。好，我们再来找一位上来，小朋友要不要玩？小朋友看了很久，对不对？你，我觉得你一个圈圈就可以了。来一个，这个吗？那来，还是给你，这个给你，弟弟，你可以站这里，你站这里。
这里，你跟我，你在这里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喜欢哪一个数字？你喜欢哪一个数字？你选，我让你直接勾，你选了五，你不选九，这个孩子很单纯。弟弟，你在旁边等一下，等那个姐姐跳圈圈，好不好？看你有没有赢哦，哈！你加加油哦，九九在这里，瞄准九，加油好吗？啊，差一点点，你可以的。但你赢小孩子也是不太好啦。啊，三个都没有，弟弟你赢了，你有没有很开心？你给自己拍拍手啊，棒了！来，我们请这个宜家姐姐送你小礼物，来送给你。你有没有谢谢姐姐？谢谢，谢谢。他的眼里只有礼物，没有你。哎，那个弟弟来，你要玩吗？快点快点，好，那你走过来。弟弟都好害羞。那我们给弟弟几个，三个圈圈，给你。弟弟这个给你，你想要站在哪个位置就站在哪个位置。你想在哪里？你要在这里还是在这里？这里哦，哦，你人很好哎。那要挑战自我，那他先来好不好？拿来你套，你要套在最大的那个数字，继续。还有九号哦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说你要站在这里吗？要再玩一次吗？最后一个吗？让你玩玩，很有趣，对不对？你丢，你丢，哦，没关系，你有九号，你超棒的。我们看宜家姐姐可不可以套到九号，好吧？那你后退一点，以免他打到。来，加油哦！三，你没有机会了，结束了，我没收。你九，他三，所以是谁赢？是不是你赢？你赢了，超棒的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，耶！来，帮我送他一个小礼物，谢谢。长大要买沙威的内衣送妈妈哦。送女朋友要先送妈妈才可以送女朋友。来，妹妹，这个给你。我们还需要圈圈，谢谢。来，你有三个，你全部都想要啊，好，都给你。那你留两个给宜家姐姐。你一个就够了，是不是？那还我。妹妹，你可以开始。你要站这里还是在那里？你想在哪里？我们要丢圈圈，要丢喽。好，你可以开始了。是不是太多圈圈，你有点不知所措哈？你喜欢哪？哦，没关系，你还有很多个，继续加油。要不要再往前一小步？好，就这里了。哦，跳这里好不好？跳这个，你把它摆进去。他很坚持要用丢的。九，跳九，跳九，有他，他很尽力要跳九了。没关系，你还有。你用完，我再帮你抢别人的。哦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吗？有开心，好，那你等一下，我们等宜家姐姐，好不好？她只有两个圈圈，来，你站旁边一点点，好，来，不可以，你可以到下面。长这么大了还要这样子啊？你越来越厉害了哎！抓到诀窍，你抓到诀窍，但是你没有套到九哈。我让你挑战一次，你要套到九啊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拿结束可以把这个抱去后台。那好，妹妹你很棒，来这边，小礼物帮我送给妹妹，给妹妹掌声鼓励，谢谢妹妹，谢谢你啊！等一下带着，这是阿嬷是不是？等一下带着阿嬷去逛街哦。还有人要挑战吗？没有了，大家都这么客气哦，你们的宝贝都玩过了，是不是？好啦，今天非常谢谢宜家哦。我们最后再跟在场所有的粉丝朋友说句话吧，因为我要回归去拍照了。就是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活动，然后对，然后也顺利结束这样，谢谢。来，宜家，你先回到我们的沙威归位去，稍等，我们一会，谢谢你。